好，来哈，谢谢。现在大概我们各党团的代表大概都已经到我们的协商室啊。那我们现在开始进行整体的一个协商。那么这一次是为了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的部分。那么上一次在临时会已经处理324案啊。那么我们现在还有待处理的部分还有1282案啊。那么上一次我们在临时会有做一个协商的结论，就是决定事项的第四点，就是未完成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营业及非营业的部分案的三读，下会期尽速进行协商及审议。所以在上个会期我们所做的党团的协商结论有说这个会期要尽速进行协商以及审议。所以因为其他的法律案已经都审查完竣，所以我们就进行这个营业及非营业部分的整体的一个协商。那么今天列席的官员有我们的主计长朱泽民朱主计长，还有基金预算处的处长杨明祥杨处长他们两位来列席。那么我们现在如果要逐案来表决的话1200多案恐怕要表决一个月才有办法处理完这1200多案所以能不能请各党团大家觉得在这一段时间省中央政府总预算这个部分应该怎么样来处理，可以让这一次的预算能够顺利的来让我们的行政单位来执行因为我们现在105年度附属单位预算新增计划的部分还有438亿，因为我们没有通过预算的审查，所以整个单位事业单位都没有办法进行相关新增计划的这个业务，所以这一次特别拜托各位能够在能够再聚在一起在协商，看看能不能在这几个院会的时间来审议105年度附属单位的预算。那么我们现在就能不能请各党团来表示意见来，我们先请柯总召现在已经将近11月底了，100年度就要结束了那我觉得立法委员的责任大家都很清楚，审预算审法案。那选举的时候大家一直要讲这个看紧国家荷包，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法定职权那过去很少这样的案例，就是说只有102年度那次国营事预算是并结算足矣。我觉得新的会期新的民意大家要看立法院怎么来做事情。那这个事情假如这个国营事预算至少表面上把它三读通过的话，对立法院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这是一个很大的伤害。那比较重要就是说我们假如不处理的时候会怎样，当然是并结算，国营事业是并结算，但是呢所有大家在委员会删除的删除的部分都完全没有办法处理，也就是说全部照预算数通过，只有438亿的这个预算438亿的新兴级这个资本新的资本支出的计划没有办法来动之，所以这个对国家重大经济发展上是当然大家都很清楚
是有重大是有伤害的哈。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现在委员会删除了，市场有3000多亿，3000多亿。当然这里面2000加2800亿是有关于油价，啊，100块变成50块啊，所以支出删除，那啊收入删除，支出也删除。那还有很多部分是在委员会，我看大家也蛮认真的在审查，有一些删减数，所以这些总共达到3000多亿，完全付诸啊流水哈。那这个情形会怎么样？那国营事业是不是给他造花呢？啊，这是不是造花？当然他们现在有关于委员会哈的部分哈，他们有所克制，但是呢，在法律面上来讲，他们一直花掉，也就是。他们浪费，我们也没有办法了。是你不审嘛？啊，他们觉得他要怎么花就怎么花，变成这种现象，这个是一个非常啊，世界政治史上非常奇特的现象。所以不管怎么样哈，那最后这个关键时刻，横竖现在立法院的法律案也几乎很少了。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能够利用这个空档时间，大家好好处理？那过去都是在这个地方啊。那通常协商都是非常密集型，3个礼拜一个月，一直有时候协商到晚上12点。那我现在知道我们的时间也没有那么多，我在这里先拜托了啊，各党不要说明在各党啊，认为该撤案子，现在我们才处理1/5嘛，1500案子除以320案子嘛，哈，那除以1/5还有1/4。那以过去表决的220案的，有曾经表决220案，花了24小时。换句话说，几天全部要用表决的话，只能除以9案了。啊，第一遍啊，因为总务表决等，因为总统只能够除以9案。那现在还有1200案子，要多少时间来用表决？而且这个表决已经，坦白讲，大家都知道，那时候的表决都是沦为一气之争了哈。我希望这种。所谓新民意，至少一个基本的文化，不要说新文化，啊，基本的立法院运作规则，大家还是能够来切守，否则的话，这个立法院，坦白讲哈，我在这里人眼旁观这么久，20几年来，我觉得现在是最黑暗的时刻，大家是不是共同来解套，来处理哈？另外在这里要拜托。我们这个会期到12月底，只要延会的话，再怎么延也不会超过11月中吧。那很多委员会有关于中央政府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有的甚至啊还没开始审，啊，到或者审查进度非常牛步化。我希望在场朋友能够哈，基于国家整个运作的立场上，大家还是啊应该。照驳来哈，那这个不应该这样，在这个预算上面去背锅。以上我先发言，好。好，谢谢柯总召。来，下来我们是不是请啊，廖总哈，哈，好来。谢谢院长邀约了哈，我们真的很愿意面对。还有这么多案必须要处理这些事情，我们很愿意面对。那刚刚柯总召的这个说法，我们也都懂。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准备工作还没有做。这个1181个案，分别在8个委员会，通通都有哦，八个委员会通通。我们应该议事处人员哦，应该要把它整理一下，让我们先行看。我们才能够谈出一个结果。从1279，总共1279个案呢，我们才能够谈，哎，是不是有哪一些可以撤，或者哪一些应该怎么处理，而不是具有数字就说我要处理的。这个恐怕真正要进入那个最后的协商还没有到。我认为要先整理完，给各党团啊提案人。我们才能够在内部来谈呐、啊，我们才能够先在我们各自的内部来，各自处理，我们再来这里谈比较好。主席，我们女指挥的时候都有一些资料，那是请
哦，那院长这边在备份资料嘛，我们是不是在旁边的还是怎么样？啊，那马上看吧，马上处理。能够撤的，是不是能够先撤？不能撤，我们就来谈嘛。是财政。中心化也是没关系的。我提一下。其实上次是审到台堂啦，好，所以经济委员会还是有些案子在，好，那其他委员会，时代力量总共还剩25个案子了，油电糖水都完了，油电糖水都完了，对啦，农村再生基金这边还没有了，还你经济委员会还是有一些了，好，所以我们的立场当然觉得就实质审查嘛，好，那当然希望能并案，不要重复的案子来处理，因为上个会期这个闹蛮多笑话的，我觉得这是可以处理了，那可是我觉得预算还是要处理，否则国营事业觉得我们在那边背个来背个去，反而行政部门或国营事业反而空间更大，这是我们的立场。好，来陈委员，那个之前在处理到台堂之前，亲民党的案子应该有4个案子已经过了哦。那现在剩的应该只剩30个案子了。那基本上我们这段期间其实跟中央各部会其实都沟通过了，除了高金委员他提的案子，中央部会都还没有来沟通过。那所以我们是觉得这部分应该是还都大家应该对啊，应该都可以尊重。好。现在是大概是在非营业的部分啊，还有1162案。那非营业部分的这个1162案，我们这边有没有资料？就是像营业部分这样的资料有没有？啊，有就分给他们呢、啊，就给各党团。不是，我们要像类似这样的资料才有办法，请当事人要撤案呢、啊。还是说要增加简略的预算啊、哦、你这个是营业部分嘛，那我要非营业的部分了，营业的部分剩下120案，这个大概看一下大概就可以处理，那非营业还有1162案的部分呢，就给各党团没有关系，准备党就给各党团，哎，我们有没有准备4份？好，来，我们再赶快拿给各党团。报告院长。好，来。Okay, 我想我刚才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我们不可能现在就要处理了，不可能。先不来，先给我，对，我们内部也要讨论。我礼拜五会开党团大会来讨论，有没有可以减量的啊、哦？我们也都希望他这个预算能够快点通过啊，哈。先拿来给我们看一个。总章廖总章，这个营业的部分还有120案呐、啊，啊、哦，那120案也可以看，就是我们现在啊120案就是这一本嘛，啊，这个就是1000。好，那这个各党团啊，我们现在已经准备营业的部分啊，还有120案，啊，还有120案啊，就是在啊刚才第一次分发给各位的那一本，那非营业的部分啊，还有1162案，就是啊现在送给各位。这一叠里面就是1162案，那么现在要大家决定要怎么撤也困难呐、啊、哦，是不是各党团就带回去啊、哦？那我们啊、
看看这两三天，请各党团能够好好针对这一些提案哦，做一个讨论。那能删减就尽量删减哦。那我们下礼拜，你说这个礼拜五再来协商吗？啊？礼拜五开党团大会。好，慢好，来，请好。那你们觉得什么时候来开？来，柯委员，嘿。根据过去的经验哈，对这些哈提案哈，过去我们民党执政的时候，对，差不多1500个案子啊，对，一直协商啊。那过去八年国民党执政的时候，我们都尽量撤了，啊，都尽量撤，啊，所以我是说这个。这些东西基本上哈，从这届开始到临时会说，基本上各党团都看过了，那没有关系，我们尊重廖总召，李彦秀委员，我等一个回姐，董事长跟孟姐，对，那我们在，其实事实上你们今天哈自己已经党鞭都是党鞭来自作负责了，我们。今天要自己协商也可以，因为假如有碰到的，觉得这个委员特别有意见，我们就保留也可以，也是一种方法嘛。那现在这样的话，最少礼拜五了，也要开始来协商，好不好？这样好不好？怎么样？啊，您党团会议开完以后，你们礼拜五以后来，过去有时候协商到晚上12点再协商嘛。慢来总。我弄啊。这些东西只是我们时间，我们没有多少时间性来处理这个事情。那个，这个在临时会的时候，大家都谈得很彻，你们也那时候也拿回去看过，这是再回去看一下，很多部分都党鞭可以来都沟通处理的。好，那你礼拜五开党团会议以后，我想礼拜五我们没有什么案子啊。那礼拜完毕，下午就开始也没关系啊。柯总，最近的议题太多了，没有真的没有办法。这个是清凉剂，处理这个事。你看我输赢啊，哇，清凉剂不输赢啊。龙林，国立民的呀，这样两边不，这不不不要那么会喷口水的，这样子的哈。泽源呐，好，缓很久了，缓那快开花了。现在忙着这个，已经到已用到宴会。好了，这样子的哈，没关系的。没有什么，你们已经，包括胡老师评也差不多了，你们，十八五一都出来了，也不必劳烦你总召那去现场去打人吧，啊，那抢人啊，怎么样？啊，我们至少拜托的，拜个哈，咱无啥案子两个案，你要咱可以来协商吧。啊，你党办会也开完了。我们今天没有案呢，我们今天就要这个案。今天也没有案啊。啊，如果现在哦，没有办法讨论的话，等一下会。就要休息呢，我们因为我们拍的程序委员会拍的案已经没有案了。处理完了。那蛮牛来好不好？蛮牛啊。好了，这样了，你再考虑一下，不要很容易。礼拜五没事，我们宴会大概一两个案子，礼拜五继续下去嘛。礼拜五现在下午也可以啊。以前都弄到12点，我都陪公子读书啊。我拿主持，我都一直做。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礼拜五把这个党团会议他们的意见，我们还要收集呢，还要再整理呢。你是公，当天就讲好，你已经都知道他们什么意见了吧？乌了，很多意见。我跟你讲，我党团很多意见。早上已经打过几通电话了。这样的哈，领导要，我很领导的。大家都听你的话，我知道了。你是很有权威的。好了，廖总召，我们这样子的哦。基本上啊，年度要结束了，后面还有接下来中正总预算呢，这个立委会给闹笑话的，我们共同来回应立委最基本尊严就好了。有，他们有了，拜托了，好不好？怎么样，总召怎么样？好，下礼拜二了哈，下礼拜二我们这样子的哈，我们这样子的哦，这个啊。拜托各党团呐啊，这个礼拜把所有的啊会营业，包括营业120案，会营业的1162案啊，全部做一个整理的啊。那该整合的整合，该退的退啦啊。那该协商的协商，我们下礼拜二再来，把所有检讨之后的该协商的部分做一个处理啦。安尼好唔好？这样啦、啊，
那我们保留一点好不好？保留什么？这个哦，那你记得，尽量不要表决，我是最欢迎的啊、哦。但是呢，协商要有密集性的，密集性的，要有效性的。所以我保留说，那个拜托姐，那立刻等你情况啊，去沟通姐。拜托，你宴会没有什么案子完毕以后，有没有机会就要赶快来协商了，谈谈看看了，好不好？至少要起个头吧，好、哦，开。是我们没有喘气的机会，不是你们在野党就好做了，你放下好不好？在野党是，你只要定策略而已，你不我的策略就是这样。啊，你的策略错误啊，赶快矫正啊！啊，你要把国民党带到那个那种很难再起的路上去了。你现在头，你现在头要特别冷静了。总招是廖总招是有诚意说，我们下礼拜协商，尽量的能够在看能不能在下个礼拜啊，能够把这个。晚上袂赴啦，我讲，安拖了那么，安尼拜个拜托一拜看卖好不？你等于出去看卖，好，买个一定拜。好啦，不然好回去啊，请总招回去看看礼拜五。啥子袂赴？我无礼拜我们没有案呐。哎，你万一去拜访还没有了，总之嘛，拜访过来，啊，各部门哈，各机关也要主动的去找这些提案，应该都找过了吧？你不要全部委由我们党团来负责。主席长，好，这样子的啊，三顾茅庐，继续好，我通知这好，那这样子的哦，好了，总召，好，嘿，那个主席长，这个礼拜好，请这个会音乐的部分啊找。原提案人再说明一下啦，不要说都没有找啦哦，说明一下人家删减啊的理由是什么，也要说明一下，包括我们新增的部分也要去说明一下。这个礼拜就请各啊非营业部分的单位，因为还有1162案，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哦。好、哦，那营业的部分还有几个没有处理的，包括财政、交通。就是这两个单位也要赶快针对提案人去说明一下啦，好不好？这个礼拜就给大家时间，那如果大家这个礼拜把这个工作做好，我相信任何一个党团就不会再恶意杯葛啦。那我们下礼拜就把这个基金看能不能把它处理啦，好不好？阿廖伯廖委员啊，廖总召，好不好？院长，我要澄清一下，都有去沟通。啊，再沟通没有关系。没有啊，我去沟通无啊？他都称为你说没有啊？有啦。我高金咧拢无沟通，所以再去有敲电话来。哦。高金都没有。你跟高金委员沟通。高金不还想拜访，那就叫他的。你用名片，有啊有啊，没有 SIS。好，那啊，不管是亲民党、时代力量党、哦国民党党团、哦还有民进党党团啊，有提案的不能赶快去。哦，这个已经讲了很久了啊、哦！不要这几个月连动都没有动啊，要审查的才要动哦，这样不好了，好不好？院长，我还是讲我动了，我动了。那两公底下工作动没动，这直播那个很逗了，哎。要赶快去沟通了哈、哦。好，那就第一点呢哦，这个礼拜哦，请各党团针对提案的部分做一个检讨了哦，能够该撤就撤哦，啊该合并就合并。哦，该协商我们就进行协商。那最后如果没有办法协商啊，我们再定期做一个表决啊。第二，这一段时间也请相关的业务单位能够跟提案的人、提案的党团能够进行双向的沟通啊。安尼好不？啊，那好来。过去到最后，超表决不会超过20个案子。对啦，我们尽量朝这个方向，朝这个方向。用政总书记总算也是这样嘛，大家都有经验嘛。好，可以，好不好？好。能够接受，我当好来，能接受。廖总召可以吧？我觉得这个院长下的这样一个结论是非常好，但是不要用检讨两个字。好，我们用讨论呐。对。好，这样检讨讨论呐，哈。不对，没有这种讨论呐。好，那我们就这个，好，要不要来签一下字？就是大家来做一个讨论。好，来，赶快写一下。这几个讲讲。就是讲后礼拜，不是后礼拜来完成啦。后礼拜完成，对，好啦。下礼拜五，下礼拜二，如果说能够
协商啊，下礼拜五就大概能不能，对啊，下礼拜五二三四可以稍微密集一下协商，如果哈、哦，如果大家有行李哈，啊，其实哈、哦、二三四啊礼拜五搞不好就剩下一些要不要解决，也顺便找到劳工，所以可能礼拜二、礼拜三，就是从礼拜二开始，或礼拜啊密集协商，各党团啊。
后来这个各党团啊，我们现在已经大概整理出一个文字啊，那请各党团稍微参考一下。国栋兄，哎，好来啊，这边，嘿，大概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向院会报告嘛，所以没有一个结论哦，我们根本就无法报告哦。那么决定事项是，请各党团以本周内再行讨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案，以提出之修正动议能撤案或整合。或进行协商，或不能协商，应进行表决，予以讨论会诊。说用讨论啦啊、哦，好。二，请行政部门以本周内先行向各委员及党团进行双向说明。三，各党团同意本案议定于11月29日下星期二、11月30日、12月1日星期四来完成协商，就以3天的协商日来进行，怎么样？可不可以？啊，来，您看，慢慢看啊、哦，大家看一下啊、哦，大概就是刚才讲的，跟大家讲的沟通的意思就是这个样子啊、哦。这个礼拜就可以开始内部啊、哦，各自啦，各自讨论啦啊、哦，各自讨论会诊。哦，那可以的话，我们等一下就跟啊、哦、院会来做说明，不然院会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说明哦，来，廖总召。我对这个文字比较有敏感度了哈。没关系，您说。第一，决定事项的第一。好，来。前面又讨论，后面又讨论，那个只能写一次的讨论了。好，那我们就看怎么样。应该是后面那个讨论比较对，那么前面是请各党团于本周内再行就。好，讨论两个字划掉。就、啊、后面那个讨论就保留。好 ，OK， 可以。然后第三，我们没有讲到时间呢、啊。啊，不要，我们不要进行协商。先不要写了，先不要写了。啊，不写怎么协商呢？不是下礼拜要协商吗？没有说要完成协商啊。啊，不然我们就预定11月29号再次协商。29号。哎，对，礼拜二。29号。哎，再次协商要用这样子。对，就继续协商也可以。好。29号，星期二继续协商。嗯嗯，对，好了。院长，因为这个会牵涉到各部会跟各委员沟通的状况。凭良心讲，现在每个委员早上、下午都在审预算，那我不知道这么多的案子，各委员跟各部会沟通的状况如何。所以我觉得要看下个星期沟通的哪些案子，那我们就逐案逐案，已经处理完的，我们就逐案就可以进行处理，好不好？那这样我们就这样子嘛，啊、哦，各党团同意本案，啊、啊、于啦、哦、不要预定啦哈，预定就两个字，发于11月29日星期二继续协商，哦，好不好？好，好啦，即马拢尊重啦，尊重啦，无要紧啦，无要紧啦，就这样子啦。哎、欸，那个谁啊、哦、啊，好，迄、那个资料兵伫头前。嗯哼，来，赶快改，哎，好不，安尼好不？那11月25号，11月29啊。25号礼拜五进行预备性协商，好不好？哈哈哈哈哈哈！预备性，对，对，对啊，所以干部大家，来看。不会了，我们那个小区的。啊，好来。这样子的啊、哦，啊，怎么样？可以啊、哦，来，我再练一遍啊、哦，我再练一遍，啊，决定事项，请各党团以本周内再行就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案，以提出之修正动议能撤案或整合。或进行协商，或不能协商，应进行表决，予以讨论会诊。请行政部门以本周内先行向各委员及党团进行双向说明。三，各党团同意本案以11月29日星期二继续协商，可以哦。签不起啊，可以哦，总召，这个都照你的意思写的。好，那可以的话，来。
好，来来来，永明来，永明委员，我们也支持了哈。不过这边哈，还是恳请跟两大党哈，就关于各委员会党团提案权这个事哈，因为我们现在在预算，我们党团不能提，那最后还是要到院会来啊。好，那这个我了解了。好，所以你如果让我们在委员会就处理，我想，好，这个到院会案子就会变比较少哈。好，不是啊，我没有。我只是说，我们支持这个协商结论。可是我是再度提醒，如果真的你要简便这个程序的话，有效率的话，你真的应该给我们在党团，我们党团在委员会的提案权哈。好，即便是我要提案，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提案都是要去联署，从来没有用党团当概括。因为直接出去讲拜托，行我们联署去。我自己提案，我要去拜托。签了没？我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处理这个？就是因为案子太多了嘛。那个没有关系，就照这样就好了。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党团未来如果在院会里面提这些案子，我要先跟各位讲，我们是有苦衷的，我们都是有苦衷的。我跟要提出三点，大家负责嘛。不是我你要提一件案子，我们我不是我举一个例子了哈。我们都这样的，因为自己要提案也是要拜托。因为时代力量就目前啊是五位，五位委员嘛，所以你有三个委员会是没有委员的啦。我说举这个例子，假设你要做党团提案，就那个委员会没有委员，那预算在审查的时候，其实预算在审查的时候是该委员会的委员参与最后的讨论跟决定嘛，那你连去表达参与讨论跟决定都没有办法呢，事实上有这样子的状况存在啊。这个事情我了解，我只是在这边哈，要有个记录。了解你非常认真在处理这个问题，不是哈，不是认真处理的问题而已哈，就是说你如果到委员会里面，如果案子一多，我是跟你讲，我自己要提案申请，我都要找人联署。我了解，我了解。那另外，其实你看，比如说今天、昨天行政院讲的这个体育法，其实我们在教文我们有体育团体法，好啊，教文还好，我们有人。哦，可是你还是不并案处理啊？行政院讲到一副立法院好像没案子的样子。那蔡总统昨天讲的财团法人法，我上个会期就提啦，对不对？啊，我们在内政委员会也没有人呐、啊，对不对？欸、你提案能力可以去，没有人也可以了解了，我了解嘛，我了解了，我们可以去提案人可以去发议发言法，我们是修对了，我们提议法，我只是在这边在恳请的问题、啊，好好想一下，你要怎样就怎样的、啊，对。好，我没有要去跟你针对这个案子 argue 啊。你现在讲到别的地方，我就给你回答嘛。我们提议法修正，我们有行政版有版本嘛？讲一下，提醒一下。有啦，我就注意听呀。好，那我们今天的协商就到此告一段落了啊、哦。那拜托各党团这个礼拜赶快整理一下啊、哦，谢谢大家，谢谢。